当双方都是六把法师帽子，这样的出招每个人的法强都高达1800。话说我这韩信出法师帽子一点作用都没有啊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也退役了？好的，双方第一棒元哥对战阳光男孩，两个刺客英雄出法帽不能说用处不大，只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法兰推开，惩戒解锁，护驾护驾护驾，滚！哎，我操！随后红方司马懿登场，这里可是法师的主场，满血守约直接被秒，这伤害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呀！来呀，来打我呀！我是给你脸了。小卤蛋这边根本就不是扁鹊的对手。小飞棍来呢？我知道阁下的火舞很强，所以接下来请出我方忍无可忍、无需再忍的宫本。宫本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听说今天是端午节，阿明祝大家端午安康，那么要个点赞加关注应该不过分吧。可以看到擂台上面两个人还在相互刮痧，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